大家晚上好啊，感谢大家收看 Go Messy 的网课。每周二和周四晚上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线上的讲课这个内容。每一期的内容都会不一样，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还是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整理的这些信息。那么一般来讲，网课的内容呢，都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属于宏观的一些介绍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近期的一些金融形势和金融走势的分析，包括技术图形上的，以及呢，适当的对于个股或者是个别外汇产品的一些短线的推荐。今天的话是2月25号，马上就是要进到3月份了。那么2020年开年2个月啊，都不是特别的顺利啊，在金融市场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跟以往交易风格不太一样的现象，包括最近啊，相信很多人的养老金在今天和昨天呢受损比较严重啊，包括我个人的养老金账户呢，也没有完全把股票卖掉啊，因为养老金我们操作整体上会比较的缓慢一些，不会那么的频繁，那就需要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啊，像这个衍生品市场或者是个股方面啊，做出一些的调整，甚至是提前做空指数或者是其他产品，对冲我们养老金的风险。金融风险呢，主要是在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啊。假设我们今天卖掉了，然后明天想更低的价格买回来，结果呢价格上涨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风险。那么第二个风险呢，啊，就是我们用这个过高的一个杠杆啊，比方说我们手里有10万块钱，我们想赚20万，今年可能发生啊，这个没问题，确实发生过，但是呢，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发生很难，所以说我们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钱的事情，可以适当的放大杠杆的比例，适当的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回报，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好风险啊。我们拿10万块赚2万3万，可以实现风险能够控制下来，但是赚5万或者是翻个倍赚20万，这个就太难了。这个赚小钱其实靠我们的努力嘛，但是赚这种大钱可能就要看命了。所以呢，在金融市场上，我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风险控制。我们每一次也都会着重的强调。另外呢，依旧是再重新的过一遍啊。我本人呢，已经很多期没有自我介绍了啊。今年也马上就快30了啊。因为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就是会讲到这个2020年第一批90后们已经进入30年了啊，30岁了啊，就生活30年了。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的话，我们对市场的看法，我们对于股票或者是金融的一些预期，对房产价格的预期，将直接导致80后、70后甚至60后的退休生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具有反身性的啊，就是像索罗斯所讲过的，什么叫反身性呢？它是相互交叉、互相影响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预计房子会涨，房子的价格就会一直涨。因为想买的人会越来越多，进入这个市场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相反呢，当房子的价格一直在涨，反而会让人们的预期，看涨的预期更加强烈，所以呢，它就会成为一个循环。那么股票和其他产品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当新进入这个市场的人啊，就是90后们，认为呢，股票市场或者房产市场会一直涨下去，那么就会带来更多的可生力量啊，可以动用的资金，因为80后、70后、60后们在整个市场里面，这个叫存量资金，对吧？所以呢，新生力量和新的用户、新的消费者、新的购买者、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才会真正带来新鲜的血液。那么，在中国或者海外有一个指标叫做当月开户人数啊，就在证券市场上呢，如果这个月开户的人数非常多啊，增加了20%，那么这个月股票大盘大幅度上涨的概率会非常高。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要取决于90后们啊这一群新生力量。所以呢，要想在未来5到10年投资上比较顺利，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啊，如何看待市场的变化。因为我们在持有房产或者股票5年啊这样的一个长周期来讲，我们手里的货最终是要卖掉，以更高的价格卖掉，我们才能赚钱。那么卖给谁呢？就卖给90后们。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潜在的买家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澳洲呢，我们 Go Markets 持有的金融牌照啊是254963，那么持有这一系列的牌照呢，也是作为澳洲金融公司必备的一些条件和素质啊。成立1998年，过多的我就不讲解了。那么右边呢就是我本人的头像啊，很多人做网课啊不看头像啊，给大家一种就是一种遐想啊，但是我比较真实，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记住我的样子。然后呢，如果是投资非常不顺利的时候呢，也可以来找我，那么给大家一些帮助。在澳洲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资金安全始终是完全隔离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所以说呢，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啊，我们也支持，就是说啊，中国的大陆的客户也可以用人民币来做投资。如果在澳洲我们想要避税的话，那么也可以啊，动用部分的亲友啊，用让他们通过开账户啊，非澳洲税务居民来用人民币做这些投资也没问题。因为如果我们预计未来人民币是一个贬值的方向的话，那么反而在人民币投资进来变成美元在账户里趴着也会比我们放在银行里好，因为美元未来的至少在目前还是比较坚挺的。当然了，如果我们觉得人民币没问题大家就不需要这样折腾了。所以呢，本质上还是取决于我们对市场未来汇率方面的一个预判。那么这个呢，右边呢就是我们目前的同事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所以说呢我们大概也是初具规模了，中文团队从15年到现在，感谢大家最近五年的时间伴随着我们和大家一起成长。那么左边呢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两个主题，一个呢叫广播每日财经广播的一个录音和直播，大家每天早上墨尔本时间8:30都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车载广播 3CW 来听。我们也非常荣幸 3CW 呢跟我们合作了这么久我们的节目一直是 3CW 全澳地区收听收听率第一，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3万-4万左右的华人同一时间通过这个车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来听。那么下一部分呢就是中文分析股评报告大家可以扫二维码也可以截个屏幕之后自己回去用手机扫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网课内容还是分为两大部分但是我不会那么粗浅的去讲，那我会以这个为点深入的去挖掘背后的原因现象背后总会有原因的，并且呢给大家一些规律规则。因为整个社会呢如果毫无原因的出现了一条结论，这是不健康的，所有的结论呢必然都会有一个因果关系。那么30岁现在的90后们呢，现在结婚的尤其是独生子女或者是在海外在大城市里面奋斗的，结婚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当然了，如果一直在老家的我们也有同学在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根据当地的风俗结婚可能年纪比较早，生孩子也比较早。但是呢一般在外面其他城市或者是在海外的，一般呢像我们公司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因背后呢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预期90后结不结婚为什么跟60后70后80后都有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概念大家要理解。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冠状病毒疫情下我们的技术分析，很多人说我很少讲技术分析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实盘带着大家去下一些单，正确率还比较高一般是在八成以上。所以呢技术分析不是不想讲，而是呢我认为技术分析呢让人有一点拔苗助长的感觉。我们作为投资者技术分析是我们投资的第一步，也是比较容易输出的一步。是什么意思呢？技术分析它就是一堆图形只要能看懂图形。什么叫看懂其实只要会画画的人就敢于说自己懂这个图形分析。你让一个小孩子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子或者几岁的小孩子拿出一堆 K 线图，让他把未来的一个预期画出来，结果呢和大人正确率基本上是持平的。也就是说，一个做过股票10年甚至20年的人跟一群孩子画出来的趋势图和预测图通过纯 K 线来画，基本上结论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光学 K 线学了几十年，那么回过来发现跟小孩子是一样的。我不认为 K 线图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上的改变，这个呢只是我们初步了解这个市场一个必备的一项技能而已，但不是全部，它远远不能作为我们作为投资的参考的直接依据，只能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判断。所以呢但是依旧是要给大家去带来机构方面或者是我们作为曾经的交易员也好，现在的券商我们看到了这么多赚钱的客户，或者是我们自己曾经赚钱的这些经验给大家分享技术分析应该怎样去看更健康，而不是要100%去依赖于它。就这个技术分析我认为就有点像保健品你吃了它你信那就是信了，但是要是觉得保健品没什么营养你不买也没关系
啊，但是买了也有一点好处，就是这样啊，就跟保健品是一样的，但是大家不要把它当药吃。好了，那么现在大家就来猜猜，哎，我们团队里面谁还没有结婚啊？当然了，没结婚的人我也问了啊，是允许啊，尤其是女性啊，允许大家给他们介绍男朋友啊。当然前提是这个，我们要猜对啊，谁没有结婚？那么从左边呢有两位美女，那么右边有两位美女啊，大家可以猜一下谁还没有结婚。那么中间呢是五位男士啊，我们现在呢大概一共其实又多加入了一个女同事。那么现在我们中文部啊，在大家的这个支持下，现在呢已经是发展到十个人了。所以呢，很多人也问我们为什么这个现在啊费用收的这么低，但是呢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创造一些股评报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帮助，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实力。光人员开支，中文部的开支呢，大概大家算一下，十个人啊，我们假设平均年薪啊，就是算是15万到20万吧。一个团队呢，一年的支出呢，就是大概是200万澳币。那么我们还要在广告费用上啊，还有其他上面做一些投入，像澳洲同城网啊，还有 E 网 3CW 这些平台，我们大概呢，假设一年是100万啊，再加上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我们的扩张和投资啊，那么我们大概支出就要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澳币。所以呢，养一个这样规模的团队呢，并不是很容易，但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持续不断的带来有知识啊，有这个素养的一些报告或者是投资上的分析，让大家每次都有成长。那么大家如果是猜了这个谁啊还没有结婚啊，可以在这个 question 里面打，如果是大家不认识名字的话，可以说哎左边第几个，左边第几个，右边第几个啊，中间是 Mike， 当然已经结婚了，生小孩了。好了，我们就不多说那么多，今天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最上边呢，我们给了就是核心啊，是一个人口，一个 GDP， 一个叫 M2 货币。那么中间黄色的字呢，叫金融和买房是一样的。我相信大家在澳洲呢都是懂买房子，只要懂买房子，那么就好了啊，很好办，就知道怎么去做股票或者外汇或者黄金上的投资了。买房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的就是人口啊。看人口是不是在增长的，像墨尔本和悉尼啊，它的人口基本上是稳定增长的。那好了，那么就比 Perth 西澳的房产要有潜力，对吧？那么西澳呢，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面，房价是逐年下跌的啊，谁买了，比方说50万买了，那么到现在只需要30多万就可以买回来了。所以呢，西澳的投资房产无疑是完全失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人口。那么第二点呢，叫地理位置啊，叫 location。那么在墨尔本买房的话，很多人选择西区，很多人选择东南区。那么其实理由上的区别呢，就是关于地理位置的区别。那么在东南区均价100多万啊，可能西区呢目前新兴的一些区只有50多万、60万就可以买一个 house。这个呢就是由于地理位置决定的。那么 GDP 呢，在金融方面上来讲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房产的地理位置。在中国，我们看一下中国的 GDP 呢是12万亿，美国的是19万亿。澳洲呢连个零头都不到啊，只有1.3万亿。英国呢大概是澳洲的2倍啊，那么现在是2.6万亿。所以呢，在哪里投资，投资哪个国家，这个呢就跟我们买房子是一样的，我们看中的呢就是它的位置，位置就是国家。那么人口呢就是潜力啊，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房子我们其实呢重点就是看的是人口的一个潜力啊，这样买的人会越来越多啊，对吧？因为房子有限，如果买家多了，那么房子的价格自然上涨。中国、美国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些国家的人口啊一直在增加，所以呢它的投资的一些机会和潜力啊就会更大。那么澳洲呢现在只有2500万人，这么一丢丢的人啊，连1亿都不到，所以说呢它的潜力呢相对其他国家来讲是比较小的。因此呢，如果我们当一个国家的股市啊，为什么现在澳洲股市涨得这么慢，就是因为它的市场小，它的公司，上市公司的潜力太小了。如果它走不出澳洲，那么它的股价就能涨到这儿，它不可能再往上涨了，因为它的市场已经饱和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啊十年，咱们可能有人来澳洲10年了、5年了，甚至20年，我们对于澳洲股市上的投资回报，比同一时期去美国的小伙伴要低至少2到3倍啊，2到3倍，什么都不做，躺赢啊，美国人躺赢。这个呢就是啊人口潜力和 GDP 啊 location 地理位置决定的。第三个呢就叫做 M2 货币。什么是 M2 货币呢？这个呢是目前直接影响金融市场最核心的一个因素啊，就是说人口和 GDP 呢是比较偏中长期的，但是 M2 货币就像一根
一针猛药一样啊，就是激素一般，一打这个激素呢，马上市场就会有瞬间的一个反应。那么 M2 货币呢，中国是 27.7 万亿，美国是 15.4 万亿，澳洲是 1.5 万亿，英国是 3.2 万亿。说了这么多数字，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基本上呢，美国的 GDP 啊大于 M2 货币，所以呢，美国的经济整体宏观结构上是比较合理和健康的。澳洲呢是 1.3 和 1.5， 基本上也比较健康。英国呢 GDP 小于 M2 啊，大概是 2.6 万亿和 3.2 万亿。所以呢，英国我们看到了前段时间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金融市场暴跌啊，股市也暴跌，对吧？汇率也暴跌。这个呢，就是因为英国的 GDP 整体小于 M2 货币，因此呢，导致它的楼市和股票市场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反观最严重的就是属于中国了啊，中国放水放的非常多，基本上现在的比例已经超过其他三个国家，目前是12比27.7。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未来的房市呢，中国房市始终是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地点。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当然这个是一个平均值啊，如果我们投资是在一些有潜力的，像杭州啊这些、苏州啊这些城市，那么现在房价不是很高，像成都啊，我看了才不到2万块一平啊，跟我们那个四线小城市差不多。所以呢，基本上这样一些区域还是可以的。但是呢，部分地区啊，这个估值过高。如果 M2 之后缩水了，或者是这部分钱如果要流到海外，那么中国的地产将会有极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如果是中国能够正确的引导资金流向股市或者是实体行业的话，那么将会缓解甚至能够刺激 GDP。 但如果一直是在固定资产上，固定资产迟迟高涨并且呢下不来，那么其实呢居民的财富是会被这像海绵一样吸到房地产或者吸到其他的金融资产上，那么实业还是会发展比较缓慢。这个呢就是我们三个核心啊，大家一定要记一下，拿本子要记一下。人口就是潜力，GDP 就是 location 地理位置， M2 货币就是我们的成本。 M2 货币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市场上发行的这个总量。那么像澳洲的 M2 我们如果是要融资融资钱的话，这个成本包括我们贷款，像这个我今天看忘记是哪个银行了贷款利率又降了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贷款买房买一些自己的自住房，那么可以去去看看银行对比一下，现在又降息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融资成本，如果融资成本足够低，那么金融市场和房市还会继续稳步向上。好了，那么刚刚我们说三个核心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人口。那么人口呢我们就一定要分析一下这个市场的参与者的人口结构。像我们买股票一样，我们买 A2 也好，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它？那么我们买 A2 奶粉的股票，其实看中的就是它的产品能够有更加更多的不停增长的消费群体。那么看 A2 奶粉呢，我们最终就要去研究生育率，对不对？研究呢它在中国的消费市场的生育率，以及在中国年轻妈妈群体里面的受欢迎程度。我们去研究的不是 A2 奶粉在50岁左右群体市场里面的一个知名度，而是要在20多岁30岁左右群体中要有知名度，那么就将决定 A2 奶粉在战略层面上打广告的一些渠道和方式。比如方Go Markets 我们的客户群体呢基本都是30岁到60岁的群体，那么这样的群体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大学里面去做任何的宣传和广告，但是呢我们会去商会和这个一些政府机构和商业上的一些合作，对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所做出的一个定位，买公司也好做投资也好都是要这样。所以呢我们最终就要回归到刚刚的第一点核心要素，就是对于人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澳大利亚呢我们要分男性和女性，对吧？任何国家都是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在这个国家里面男性和女性高薪行业的前几名。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结构我给删掉了那张 PPT 啊。整个社会结构呢它是这样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从上往下呢是不同的这个群体社群组成的社会结构，从上往下。那么像我这种无产阶级我属于无产阶级，那往上的是有产阶级，往上是中产阶级，再往上是这个精英阶层，再往上呢可能是这个什么什么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但是呢本身呢其实社会是有这样的一些区别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精英阶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那么澳大利亚呢薪资前五的一些职业基本上就代表了澳洲精英阶层的一个群体规模以及呢群体的一个核心引导。那么我们看到男性
全是医生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有小孩在澳洲的话啊，那么大家如果是能培养出几个医生，那是再好不过了啊。但是呢，好像前五名啊，妇产科医生第五名，那么再往后呢就没有数据了啊。那么再看女性啊，女性能好一点，因为女性如果去做医生，可能是像心脏病医生啊、眼科医生，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啊，还有神经外科医生。那么他哎排在第一是法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孩子的话，除了医生啊，可以考虑让他去这个律师。那么这两个加上这个教师行业啊，基本上是澳洲整体的这个呼声比较高，咱们华人也喜欢培养孩子去这几个行业。那么之后呢，第四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叫期货交易员，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呢，不要觉得金融市场呢就是在行业上啊就是没有一个正经的高收入，而是我们自己靠投资啊或者炒炒汇炒炒股，那么大家得来一个个人的一个投资回报。澳洲整体行业对于金融的一个支出啊，就是对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员的一个整体上的支出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女性排在第四位的就是期货交易员，所以呢，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是 future traders。基本上我们要有信心啊，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做这些外汇也好，做股票也好，做衍生品、黄金啊、石油，本身呢是在澳洲这个行业所有行业里面是一个比较高收的高薪的一个收入行业。那么这一点啊，就是坚定了我们的一个判断，在如果我们不去创业，或者是不去接班啊，不去开餐厅，不去自己做生意的话，那么在行业上我们要有这些偏向性的一些选择，在小孩子的教育上就有这些侧重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就是采矿业啊，但是不建议去采矿行业啊，因为这个行业呢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是那么明朗。那么第二呢，就是蓝领阶层啊，我们说传统上我们叫蓝领。蓝领的话，电气水还有这个废物处理服务呢，在澳洲的收入是比较高，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像一些 TAFE， 现在呢美国也在大学或高中呢专门设置技术学校啊，让更多的人呢去参加白领去参加蓝领的一些工作啊，这样的话让社会的这个职业更加的平均合理。那么收入比例偏低的一些行业呢，是零售业和住宿以及餐饮服务啊，这个我们大家也比较清楚。那么像我刚来的时候在餐厅打了几天工，那么基本上呢餐厅的这个服务收入呢是最低的，大概十几块啊，好一点呢能给十七八，差一点呢像有一些中餐可能只能给到十二三，多少年都没有变了这个价格。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澳洲整体行业上我们在投资或者是自己孩子要未来选择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宏观的评估。右上角呢就是金融服务啊，是比较中规中矩偏高的，那么是1923.6澳币每个星期，基本上符合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大家要了解啊，未来购买啊咱们60后70后80后资产的这一批90后们现在已经30岁了，那这群30岁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其实90后呢在十年前一直顶着叛逆的帽子啊，就说这个90后一代跟80后70后60后们能吃苦奋斗那一代不太一样啊，因为90后刚出生不久啊，这个改革开放的第一波红利，包括澳洲咱们能够移民出来的，当然物质水平都是比较中规中矩或者是偏中上的所以说呢整体的生活还是有能够允许啊90后有一定的个性啊，就是温饱之后我们总是要反思自己嘛，总是瞎想啊，想着想着就有个性了。所以呢30岁之前呢可能这个大家约会的时候呢就是会显得更加个性，但是我们现在面临30岁的一个转折之后呢，随之而来的就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化，让自己的过去所没有注重的一些投资啊或者是一些机会，那么从30岁开始呢就会更加重视。那么这些行业呢我们一会儿也会再讲到。那么像在澳洲我们不讲中国的情况，那么在澳洲呢像金融行业我们90后举一个平均值好了，那么92年或者是93 91啊91 92 93 94这样的一个平均工作年龄呢大概是三年。目前金融行业呢大概平均年薪是10到18万年薪啊，这个是澳币。那么在金融行业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个人的投资年回报啊，大概是10%几20%30%40%50%60%甚至70%都有，那么我们取一个平均值30%好了。那基本上啊像右边是这个因为涉及公司隐私啊，所以我就不写这个名字了啊，就是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报告呢是刚从这个澳洲 Tax Office ATO 上下载的，是2月14号下载的下来的。那么是在2019年6月到2020年今年1月份，大概是7个月的一个薪资水平，大家可以看一下是81,124。那么平均呢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万多啊，这样的话一年下来12个月大概是14万到15万的一个收入。啊，这个呢就是目前90后在澳洲金融行业平均工作三年的一个年薪情况，大概是14万到15万。所以呢金融行业在澳洲其他行业上来讲啊，相比于我们传统会计啊或者是 IT， 它的增长空间和潜力更大一些。那么起薪呢，基本上如果是有一些天赋的人啊，进到金融行业基本上2到3年之后啊，都是十几万起跳的。那么如果是年终奖再发的多一点的话，可能啊这个数字就要逼近20万。当然了，税也非常高，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啊，81,124的收入啊，这是7个月，那么就要交税24,531。所以呢啊，合理避税也是我们大家去需要去考虑的一个核心因素。那么为什么90后啊存不下钱呢？啊，我一直在问钱到哪里去呢？大家看左边，就是我今天点餐，中午点餐的一个费用是43.2块啊，点了一个鸭胗啊，一个凉拌菜啊，今天25号，然后呢是下午的1点多让他来送的。那么这样的基本上是一个饮食上的支出啊，我一个人生活的话大概是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房屋支出呢大概是2000块钱啊，杂项呢就是吃喝玩乐啊，对。这个比方说出去旅个游啊，度假平均一个月大概是1500块，那么购物呢一年大概10,000多啊，这个也是没有买奢侈品的情况下啊，比方说换个手机可能要2000块啊，买一套西装啊之类的，大概是平均下来。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平均每个月的支出就大概在7000到8000澳币。这是为什么现在呢90后，因为过去呢我们就是来澳洲的整体的收入还是比较在中国是偏中上嘛，所以说大家的整体的花销也都比较高。那么存下钱来，就是如果是我们的收入啊在15万以上，我们才会有这个闲钱啊，基本上4-5万是肯定不够花的，还需要家里支持。那么我所了解的在澳洲这边啊留学的基本上很多情况都是类似的。那么像我朋友啊，家庭一家三口的支出更夸张，基本上12万到20万澳币。我相信大家呢基本上啊除就都有经验啊，那除了自己做饭的例外。如果是大家叫像我这个朋友人在澳洲，然后呢太太和孩子是在别的国家，比方说新西兰啊，那他的支出就更高了，因为他在澳洲也要支出这个房租，所以呢整体加出来就是20万澳币。所以我们在总是会对比中国和澳洲的一些收入啊或者是开支，其实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因为在澳洲的收入其实税后真的是没有多少钱，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觉。那么如果我们再有小孩子再有一些房贷的话，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那么现在靠工资我们很难攒下钱或者是赚到钱，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就只能是靠社会规律来赚钱了，用社会规律赚钱是最容易的。就像过去10年房子啊房产，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懂开发商啊，没有几个人懂什么砖瓦结构啊，是2层瓦还是3层瓦啊，但是呢只要买了房子，只要地底下没埋着这个石头啊，门口没有树没有电线杆子，我们最终的房子呢都是升值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社会规律帮我们在赚钱。那么讲社会规律，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讲的三个核心。第一个就是人口，人口上的话数量和人口的结构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个社会呢如果是健康的话，那么它要看到的就是未来群体的消费力。现在呢澳洲我们消费力没问题，华人的消费力也没问题，华人年轻人的消费力也没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华人留学生过来之后啊，这几年尤其是最近3-4年养活了这么多的餐厅和奶茶店。但是呢我们在倒退5年之前其实呢是养不活的啊，所以说呢最近5年左右的时间呢出来的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越来越多，这个呢是带动了澳洲真真切切的一些经济。所以呢人口结构和经济呢将会直接导致该国的地产价格发生变化和股市价格发生变化。那么中国方面的话，我们看红色的箭头呢就是 GDP 的增速从最早80年代红色这根线基本上横着的，然后到2000年开始垂直上涨。那么中国这个蓝色的线呢就是15到64岁人口的一个占比，它的这个占比呢是增加的，对吧？但是到了2010年开始出现了转折，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增量的一个拐点基本上到了，一会儿会给大家看数据，未来拐点到了之后会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而右下角呢这个橙色和黄色呢是日本日本的 GDP 是黄色的线，
日本的人口年轻群体的人口的一个比例是橙色线，那么橙色线在1992年开始下跌，1990年、1991年、92年开始下跌，那么日本的 GDP 从1994年开始横盘啊，不变了，上不去了。所以呢，一旦一个社会的结构啊，年轻群体能够劳动的群体出现了下降啊，并且下降幅度比较稳定，那么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是在降低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时候呢，最不能碰的就是房地产行业啊，股票市场还好，因为日本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房地产是失去的20年或者失去的十几年。那么这个呢就是日本啊，叫低欲望社会。那么日本现在的话叫丧失大志时代。所以呢，整个国家和民族呢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上面要 support 或者是要支持几家父母啊，那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就是非常有压力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和很多欧洲国家基本上处在人口通缩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早点结婚生子，造福社会啊。现在大家不出门了啊，或者少出门了，那么在家啊早点生孩子啊，生个小孩出来，那么大家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责任感啊，其实我们在现在会发现，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类呢这个晚生晚育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教育水平越高，我们的生育的时间啊就会往后拖得越久。但是呢这个呢就会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因为年纪啊，生育年纪会就越往后拖，这个成功率会相应降低啊，这个就不多说了。所以呢还是要大家早一点啊，有一些社会责任感。那么左下角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增长的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呢我们看到分三条线，而现在呢我们就处在蓝色线，就是贝塔比例是 1.5 啊，不用管它什么意思，反正呢现在是2020年中国人口刚刚是破14亿并且上不去了啊，14亿人口现在呢就已经开始往下降低了，因为现在的我们都知道虽然开放了二胎，但是出生率是直线下降。那么往后呢，我们的人口呢会在未来的十年的时间里面逐步降到13亿以下，一旦开始降到13亿以下，问题就会非常严重。那么右边呢是女生妇女生育率啊，这个城市的镇的和乡的，那么乡的是这个淡黄色下降的速度是最快的，当然了它会有城市化的原因啊，就是说原来的我们是农村户口，现在都变成城市户口了。那么城市呢也是这个蓝色啊，也是在稳定下降的，所以呢生育率是在下降的。这个呢大家不要小看一个百分比啊，一个百分比可能就是很多人啊，所以说呢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呢？我们就直接联系到经济上。那么左上角呢是法国市场上的，法国市场上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咖啡色的实线就是法国市场的股市估值，就是股市整体的一个走势图，从1973年到2019年。那么这个淡一点的颜色呢是法国的30岁到54岁的一个年龄群的占比，也就是30岁到50岁的一个群体呢，从1973年大概占了40%多，到1999年达到顶峰，占55%。也就是说，这个法国当时的社会上啊，55%的人年纪都是30岁到54岁，所以呢，股市一直在创新高。而后来呢，随着2000年啊，1999年泡沫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生育的这个年纪啊，和这个就是都往后推了，所以呢，比例就开始下降了。那么随着到现在呢，基本上是稳定在45%左右。那么股市呢也是随之下降。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法国的案例不够啊，那我们再看美国的，我们会发现啊也是非常相关的。我们的标普500的一个估值呢是这个深颜色啊，咖啡色。那么浅一点颜色呢是美国的这个年纪，是30岁到54岁的一个年龄的比例。走势图啊，我们看到了基本上啊年纪的一个走势图会在股市反映的一个前方啊，也说年纪的这个比例的人群的数量啊下降了，股市就随之下降，升高了股市会随之升高。这个呢其实啊是因为人口导致了生产力，也就是说对经济和 GDP 的创造能力不同。第二个呢就是需求不同啊，因为这个群体我们知道咱们大部分都是30岁到50-60岁啊，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更年长的客户，那么这些群体的投资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呢这些资金会直接推动股市按比例上涨，很好理解对吧，有多少的人就有多少的钱，有多少钱就会推动股价上涨多少。你说让一个十几岁18岁20岁的大学生或者也刚毕业的研究生
刚参加工作的人去投啊，或者二十六七岁的人去投，他还要买房子呢，对吧？他还要买自住房，还要结婚，还要不拉不拉啊，一大堆的事情要等着他花钱，他哪来的钱去投股市呢？所以说呢，整个市场我们看中的就是三十岁成熟群体到五十四岁啊，退休之前的这个群体，因为退休了之后，大家再可以动用继续追加到股市上的增量资金就减少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存量资金了。那么有投资能力、有增量资金又有投资意识的，就是三十岁到五十四岁这个群体。那么左下角呢，就是国债收益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啊，也就是说35岁到64岁的一个人口的比例。我们看一下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跟这个人群的比例也是完全正相关的。所以呢，现在大家不要想一下啊，我晚婚晚育几年啊，对社会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其实影响非常大，直接影响我们所有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所有资产的走势。这个呢，问题是非常非常啊高度高度相关的，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宏观上的认知。那么右下角呢，就是美国啊，完全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三大要素中的人口啊，人口、GDP 和 M2 货币，这个大家还是要记住。那么 GDP 呢，就是我们第二部分啊，这个图在这里。整个社会结构呢，不管我们怎么去看待啊，反正我是无产阶级啊，大家也可以去就是忽略这些东西啊，但是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啊，虽然我们很不愿意去承认，小时候我爸总说社会是有人赚的钱多，有的人赚的钱少，我就很不开心啊，觉得人人都平衡。但是呢，后来我知道了，大家是政治权利平等啊，或者是自由权利平等，但是呢，经济是不平等的，就是说我们创造经济和收入的能力、支配资源的能力，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澳洲这样相对比较健全的社会里面，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在金融市场一个透明度比较高的金融市场里面去获得我们的收益。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大家能做得非常好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晋升到中产阶级，甚至往上进阶到精英阶层。那么我们就像右下角像我们现在是90后90后呢，就像一个正在奔跑的一个年轻人，我们不停地往上爬台阶想往上走得更高一点。其实这样的一个群体呢，是充满了朝气的话会非常好，对社会也是健康的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往上前进的一个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如果是我们是跑步上去的没问题，我们可以有多快跑多快。但是呢，有的人是坐电梯上去的，什么意思呢？在过去啊，我们总讲一个词儿叫上车或者叫上电梯，就是说在房地产市场好和股票牛市来的时候呢，如果谁买的早，那么最终赚的钱就多，这个呢就叫上车就是当整个社会财富为我们创造生产力或者创造我们自己的财富。那么左边这个图呢，就是各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时间里面代表的一些股票指数的年化涨幅。那么右边这一列数字呢，是名义上 GDP 的年化增幅GDP 在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天天报的中国 GDP 今年增速是 6% 的一个预期，实际上可能是因为疫情可能是4点几那么加上这个杂七杂八我们再加点这个 CPI 什么的达成一个这个名义 GDP 可能又回到了5。那么左边呢就是指数我们说上证指数也好，美国指数也好，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澳洲的200指数，就是左边这一栏。我们会发现美国1929年到2017年的数据，那么指数增长平均每年是 5.64%， GDP 增速每年是 6.1%。是不是很接近呢？那么日本呢1970年到2017年也是差不多四五十年的时间， GDP 和这个指数的增幅5.33% 4.36%， 是不是也差不多呀？好，我们看完了美国、日本，我们再看德国欧洲的国家，1959年到2017年时间足够久了，那么6% 5.7% 也是一样的。那么再看澳大利亚，1992年到2017年股市平均每年上涨5.57%，那么 GDP 呢增速是5.9%，是不是也一样？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澳洲和美国的这个 GDP 的增速会比股票上的增速要高一点，但是有的国家像日本，日本的指数增幅就会比 GDP 的增幅反过来了它是反过来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观察历史规律呢，我们首先得出第一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 GDP 的增速呢，基本上约等于
长期的股市上涨的幅度基本上是一比一的啊。如果我们觉得发达国家不够看，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印度的啊，印度很厉害呀啊，每年是 12.1% 的股票市场增幅，像在今年和去年啊，尤其是去年，印度股市简直都是涨疯了啊。我们公司现在印度人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那么他们呢基本上在家乡都会买一些印度股票。那么它的这个 GDP 增速也非常迅猛，是 12%， 同样巴西啊 13%， 中国是个例外啊，所以这儿我们不提中国，因为中国的股市它的这个市场啊不是标准市场化。那么再看俄罗斯，俄罗斯的 GDP 名义增速是 20%， 但是股票增速只有 12% 啊，是不是很合理，对吧？像俄罗斯以及中国啊，像这咱们都叫这个社会主义或者是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它的 GDP 增速啊会比股市啊要高，平均下来啊，原因很简单，因为股市的功能呢不像资本国家啊，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啊，它的是纯市场化的。那我们可能中国大陆呢有一些需求，比方说帮助国企啊进行一个改制啊一个改革，那么它本身会有一些政治因素在，所以呢不能等同。但是其他啊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上呢都是一比一。那我们再看一些受到冲击的一些国家啊，像02年到17年，意大利、西班牙呢增速啊基本都降到1点几、2点几、1点几啊，甚至还有希腊是负的。那么这些国家呢，它的股市表现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在整个金融市场里面，我们会发现啊，基本上 GDP 和指数长期的增长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啊，这个是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也就是说资本市场透明度越高，那么或者市场化啊越高，那么它最终的股市表现会好于 GDP 的表现啊，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那么右边这幅图呢，就是1995年到2018年，也就是说到前年，澳大利亚家庭人均收入，我们看到从1996年，大家啊一家三口吧啊，大家每人收入是2万多，一家三口就是6万的收入。那么到了18年啊，大家每人收入3万多，一家三口也就是10万多啊，11万左右的样子。这是平均啊，家庭人均收入。所以呢，可能现在如果是两个人的话，那两个加一个小孩，那么两个人的工作收入可能就是6万左右、7万左右，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平均，大概是平均左右。但是呢，这个图啊，我给出大家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在1996年，我们拿2万块钱在金融市场上做投资，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股市上做投资的话，那么就看上面这幅图，存入本金是2万。年利率比例呢是 5.7% 啊，这个 5.7% 呢啊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5.57 的指数增长和 GDP 啊的一个平均值，大概是 5.7 啊。那么存入是25年，也就是说从1995年到2018年啊2020年大概是这个数值啊，是8万块钱。也就是说呢，现在我们家庭人均收入的啊这个数字啊应该是8万，而不应该是3万5，懂我的意思吗？啊，大家应该就现在就很清楚了，就是随着 GDP 的按比例增长，我们现在的工资水平应该是每年5点几%的一个增速。那按理说，我们现在呢，家庭三口啊，每个人的平均收入应该是8万，那么三个人应该是24万，但是现在呢，我们只有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总觉得这个物价或者房价上涨的速度要比我们自己的工资收入增长要快，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的。这就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房价10年甚至15年翻了一倍，是因为其他的市场都是固定按比例上涨的，只有我们的工资没有按比例上涨。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啊，因为房产收入和股票收入属于资本收入，而我们的工资它不属于资本收入，它是资本啊发给我们的，对吧？那从他那儿捡的，他当然想给的越少越好。所以呢，这是一正一反的一个案例啊。那他们当然希望他们买的股票涨得越来越高，对吧？所以呢，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社会呢本身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啊始终是有这个既得利益者的。那这群人他想干什么？那在长期啊10年、20年、3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规则、游戏规则的话。那么这个呢也非常清楚，讲的是中国的 GDP 增长率和上证指数 ROE 的百分比，我们看到基本上是重合的，完全是按照等比例来的啊，这个涨那个也涨，那个涨这个就也涨啊，对吧？两个同涨同跌。 ROE 呢就是 equity return， 就是资产回报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投一家股票，它每年啊我投给它100万，它的回报率呢是 14%， 那就是基本上呢这100万的净资产它给我的回报就是14万，
或者他这家企业能够创造出的利润就是14万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呢是符合 GDP 的增长率的一个趋势。当 GDP 增长的好的话，那么企业赚钱也容易，对不对？所以呢，股市回报也就高，大家给股市的一个预期值也就越高，对吧？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初讲到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反身性。如果经济环境好，大家预计呢，企业会赚的钱就很多啊，做生意就很顺利，那么购买股票的人就更多，股价上涨，股价上涨呢，反过来刺激了整个金融市场啊本身的一个繁荣。那么它就是一个正向循环，所以呢，牛市一出来，它不会几个月就停下的，除非有政府干预。如果正常的牛市一旦出现这种正循环的话，它会持续至少半年、一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正常。像美股持续了十年，其实从道理上来讲，它的市场只要能够打到海外，只要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消化，印度的市场没有完全拿下，或者是非洲的市场还有空间，那么美国的股市从这种宏观角度来讲，它就会一直涨，因为它创造财富的能力一直在增加。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宏观方面。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M2 广义货币，这个很多人不了解啊。其实呢，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有的现金加在一起，包括像我们高这个 Go Markets 啊，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都算 M2， 就大家放在我们这儿的这个钱啊，但没买外汇之前，没买黄金之前，这个钱啊放在信托账户里面都叫 M2， 加上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等等啊，所以呢就是市场上所有的现金。那么这个图呢就是上证指数和 M2 的一个走势图的比例。我们看到红色的就是上证指数啊，那么上证指数和底下这个蓝色的基本上是同步的，或者是同样趋势的。因此呢，我们最终啊就得出一个结论啊，市场上流动的钱越多啊，就央行放水放的越多，那么股市上涨的概率和幅度也就越大，基本上可以这样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好的，我们找到了三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人口，人口增加股市上涨，而劳动力人口增加的比例越高，那么股市上涨的幅度啊就越大。第二个呢是 GDP 增加， GDP 增加那么股市上涨，对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M2 啊，社会上流动的资金增加，那么最后呢股市也是上涨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得出一个公式，叫做股市的波动等于 A 乘以人口的x 方，加上 B 乘以 GDP 的 y 次方，加上 C 乘以 M2 货币的 z 次方，加上一个 sigma。 这样的一个公式呢，就能够帮我们去预判股市的波动的一个区间，未来上涨还是下跌，上涨多少，下跌多少，大概的一个区间。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口啊，我们大概这个 A 啊就约等于一啊，或者是略小于一，因为人口整体上是滞后的啊，它体现出来的这种购买力啊，或者是供需、供求和补给的这个变化是比较滞后的啊。像我们这个 A2 奶粉的销量啊，可能这个今年很好，但是呢，明年啊购买的人下降了1%，因为生育率可能下降了0.5%。那么后年又下降了0.5%，所以它的影响是比较持续但是漫长的。因此呢，这个 A 约等或小于一啊，因为系数小嘛，所以呢它的影响就小。那么 B 的话，我们刚刚看到了 GDP 增加1%，股市增加1%，GDP 增加5%，股市增加5%，因此呢 B 约等于一。那么 C 呢，我们刚刚看到的 M2 大起大落啊，中国的股市也大起大落。那么澳洲呢，一旦印钱啊，像降息啊，降准，市场上放水啊，搞什么量化宽松，那么股市夸夸夸一直往上涨，所以呢 C 的系数是大于一的。那么人口 GDP M2 本身呢，在这个公式里面所占的比例又是不同的，所以呢会有一个 S 次方、 Y 次方和 Z 次方，那么最后呢加一个误差，所以呢我们就会得出这三个组成的这个公式。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大道理讲完了，公式也给出来了，大家之后的一些宏观上的判断就不会出现太大的失误。那么进入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因为比较简单但是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技术分析。技术分析的话，其实呢是分为点、线、面三点，这个呢没有在网上找不到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点、线、面。我们在图形上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找点啊，我们看上面的箭头，这个货币对呢是澳元对纽币啊，因为它比较简单，又是我们大部分人比较容易赚钱或者是做产品做的比较多的一个我们就把它拿来说。那么上方呢，我们会找点1、2、3、4、5、6、7、8，我一共找出来了八个点给大家，我相信大家自己也能找到这些点。前三个点呢都是下降的，对不对？
我们找到第二个点和第一个点之后呢，我发现哎，第二个高点比第一个高点要低。好了，我们给出两个小箭头，给出两个小箭头，那么第三个箭头的话，它的正确率就会更高一些，我们做空的能力就会更强，那么它下降的幅度也会更大。反过来呢，我们看第四个图，第四个图比第三个图要高啊，或者说第三个点是往下的，那么第四个点是往上的，对吧？因为第四个点的高点等于第二个点的高点，对吧？我们看到了，对吧？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它又下去了，然后又回来第五点，好了，它没有冲到第四个点上方，那么它的箭头又是往下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做空又是可以狠狠的做了。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找点其实找的就叫拐点啊，我们找点其实是找拐点，找线是找什么呢？是找支撑和阻力线，对吧？所以呢，点线面点是拐点啊，拐点呢又怎么找呢？啊，它有单低单高，你说单个蹦出来的点呢叫做单低啊，一个两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第四个点、第五个点这样子。那如果是两个连续或者三个连续的话，那么叫双低啊，或者是双高。那么我们在最下边，我们看到 1.03 这个位置啊，有一条蓝色的线。那么这条蓝色的线呢，连出来的这两个点呢，就叫双低。那么双低一旦出现的话，再加上我们知道澳纽的属性是区间震荡整理的程度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第二次 1.032 的时候大量做多啊。如果第一次我们做多是凭运气，那么第二次我们就有技术图形上的一个参考啊。比方说一万块钱，我们在最开始可能只做个一手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做三手啊。三手的意思呢，就是 1.03 跌到 1.00 不会爆仓啊，我们最多就浮亏大概是8000-9000的样子，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三手。那么盈利出场的位置也非常简单啊，我们看到了在第二个 1.03 往上涨的过程中呢，我们触及了第一个高点，对吧？第一个高点比前一个高点啊要高，对吧？看就是第二个 1.03 开始往上涨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箭头是往上的，就是因为它比前面那个高点要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着急卖，那我们再等，然后呢又发现哎前一个高点更高了，那什么时候卖呢？当我们看到啊倒数第二个顶点是往下的这个箭头啊，就是它没冲上去夸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下降中途啊是出了一个数据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卖掉了。如果我们没卖掉也没关系啊，它还是在这震荡，那么只要是震回到它前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在 1.032 往后的第一个高点的那个位置卖掉就可以了啊，就大概是 1.044 到 1.045 的，正好是 1.045 整数位，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之前 1.031 1.032 进场的价格给卖掉了，大概呢就是100到150点的一个利润空间。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找点啊，双单低单高，双低双高，找点找完了我们就可以连成线啊。我们再看点线面的第二个要点叫做线啊，线是什么呢？这个图呢是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从左上角到最近20号欧元一直在下跌啊，所以说呢我们随便连成两个点或者三个点，最终呢都会形成一个下降的阻力线啊，不管它怎么想爬上去最后都被打下来了，所以呢这根往斜下向斜下向啊斜向下的这个线啊是非常强的一个阻力啊，那我们就可以顺势做空，顺势做空啊。到了 1.078 附近啊，就是说在18号19号的时候，我会发现在20号的时候啊它突破了，就是在这个位置我标一下吧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对吧？本来这个线呢应该还继续往下，结果呢没有往下，它回弹到 1.08 了 1.08 整数位，然后在这里呢震荡了好几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啊，最开始的这根线没用了，我们打个大叉啊，这条线没用了，对吧？那这个就结束了。好了，它在底下形成了一个啊，两个，我们刚刚说找点嘛，三个、四个、五个点，五个点连成一条线，那这个支撑是非常强有力的啊，就是在 1.0780 这个位置形成了五个点的支撑，那这条线的支撑啊是非常非常强势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给出了一个可以往上做。那么往上做的话，第一个区间呢，我们还是先找点啊，就是第一个高点。在这儿，第二个高点在这儿，第三个高点在这儿，对吧？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小区间里面做啊。但是大家觉得哎，这个小区间好没有意思啊，我只能赚10个点20个点太少了，我想赚的多一点怎么办？没问题，
我们看底下的支撑是五个，对不对？上面的阻力是三个，然后突破了。所以呢，我们给下面的这个阻力打的分会多一点，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允许，如果只是有两个底部的话，我们可能呢不会等那么久，它碰到一次上方的 1.0816 我们就出掉了，但是它有五次，所以呢我们允许它碰至少四次，结果呢第四次就上去了，对吧？所以呢不管我们到底是在 1.078 哪一次进场的，它只要上方啊，没有再次跌破 1.078 我们就可以继续持有。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点带来的线区间震荡，然后突破，然后呢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刚刚画的这个线非常有用啊，在这儿对吧，一个线21号，然后这个三次顶点啊，我们打个勾，那么到这里25号 1.0816 又成为了新的支撑点啊。那我们在上面画了一个线，这儿对吧，又成为了这个 1.0865又成了阻力，那么最近有三次啊，加上刚刚到达这个 1.0865 的位置，可能又上不去，那么就是四次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形成啊一点带面，我们给它一个区间。那么这个 1.0865 最早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顺着这条线啊往左面去看，慢慢的往左面去看，哎，我们找到了，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呢是低点，对吗？我们把低点啊，然后呢这是一个高点，对吧，这两个点连在一起，好了，就是下一个区间的阻力位。那么好，我们再往上找啊，上面有没有新的区间？有，哎，这儿画歪了啊，拐个弯啊，就这儿。那么还有呢，就是这儿，对吧？那么好了，这一条线又画出来了。那么好，下一个区间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在 1.0888 的位置。那么再往上同样可以画出来，就是在 1.0922。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做一个中长线，我们会发现上面是有两个阻力的，那么 1.0688 是一个， 1.0922 就是一个。那么做金融呢始终都是做概率事件啊，这个呢就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止损以及止盈点的设置啊，我们就把它设好了就行了，该睡觉睡觉啊，就不用管了。像我们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啊，一直要盯着盘，也不知道盯着它就能赚钱似的，但是我们其实是盯着也没啥用啊，因为它该涨就是涨，该跌就是跌，所以呢我们通过技术分析增加一些我们的信心而已，增加我们的判断力只是仅是如此而已啊，不能说100%就会涨和跌。那么黄金价格也是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黄金呢我以前也非常多次说到吧，就是日线图上走日线级别非常正常，那么现在呢也是多次走出了日线级别的行情，当然了我也没有赚到那么多钱，因为很早就出掉了啊，甚至呢还有一段时间做了个空单啊，然后呢被套住了，但是我及时的离场了，因为我发现这个趋势已经突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止损离场，什么时候呢我要追涨。那么点线面刚刚呢点和线都介绍了，现在就是讲面了。面的话我们看到左下角会有一个淡蓝色的区域，右上角也有个淡蓝色的区域，那么其实呢中间还有一个区域我没画出来啊，我们先讲左下角这个区域。那么在2019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夕呢，它突破了1480啊，那个时候突破好像是因为中东好像这个伊拉克的基地被炸了，然后呢加上中国的疫情刚刚公布出来啊，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恐慌啊。好了，黄金价格突破了最初的1480，开始上涨。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涨的时间周期是多少，是13天，我们要记住这些日子啊，13天。那么上涨的幅度呢，我们看这里的数字啊，是6.96%，我们就算7%好了，13天涨幅7%。价格呢是从1480涨到1580啊，在右边，在最右边啊，1580然后1480，大概是涨了100块。之后的横盘我们不管啊，我们最后再讲。那么这是一个面，那么右边呢从2月17号开始突破1588啊，从1588涨到上周一的1688，大概呢也是$100，对吧？上涨天数呢是这儿有啊，是六天上涨100块钱，然后呢这是涨幅6.37%啊，我们就算6.5%好了。好了，我们会发现非常合理的一个就是，宏观上每次大事件之后呢，最上面这行字啊，价格区间会上移或下移，
那么上移多少美金呢？基本上是100美金。那么涨幅呢大概是 6% 到 7%， 时间呢大概是5到10个交易日。所以说呢，在一个事件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啊在第二天就开始做空黄金，这是何必呢，对吧？因为我们明知道啊，但凡黄金上涨，那么这个事儿都小不了，要么是要打仗了，像当年啊朝鲜发导弹核弹研发核弹的时候，从1300冲到1350，还有这个前段时间啊美国的基地被炸了，再加上疫情，它都不是一个小事儿，都不是一天能结束的。那么我们做空的话，至少要等五到十个交易日，五个交易日、十个交易日，我们才开始做空。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要素，时间一定要等五个交易日啊。如果反手做空的话，那么幅度呢就是6%到7%，空间呢就是100美金左右。如果它从1588涨到1688啊，大家可以空，没问题。那么它上涨的动力就会衰减。很简单啊，有个例子就是在前段时间这儿啊，我们根据这个判断来了啊，顶点在这儿，我们做空了1588或者1580，没问题，对吧？但是呢，如果我在后面几天没有出掉，结果呢又涨上来了，涨到1610啊，这一天呢就是基地被炸了啊，伊朗的这不是伊拉克美军基地被炸了，冲到开盘冲到1610，后来就回来了，没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哪怕我们止损离场了，但是我们刚刚说的点线面，我们会发现它后面的高点没有上来，再加上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因为是中东发生问题，我们要根据当时的石油价格，石油价格很快就已经下去了，但是黄金价格下得非常慢，就意味着未来黄金会被带下去，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做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技术分析上的点线面，我们要知道一个产品的点啊，高点，每一个高点我们都要知道。那么线呢，就是要把高点连成线，低点连成线，然后呢，高点低点之后的横线和水平线我们要绘画。第三个呢，就是画出来这些线之后呢，我们要判断它的面，面呢就是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出手才是最合适的一个时机。技术分析不会告诉我们太多的东西，但是会告诉我们市场的情绪和市场的资金动态啊，这个呢是技术分析告诉我们的，就是它不会告诉我们方向，但是它会告诉我们市场上的情绪，也就是我们能够通过技术分析知道它大概会涨到哪，会停下来，涨到什么位置停下来的概率比较大，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出手去买，我们赚钱的概率更大，这个是技术分析告诉我们的。方向它不能判断，但是呢它能判断幅度和时间，这个呢就是点线面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或者是一些交易方法。好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啊？关于前面如果大家没来得及听的啊，可以在后面的 YouTube 视频啊去查看，我认为这个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于大家不管是从宏观角度来讲的话，还是从这个技术分析，总是会有一些长期的这个帮助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黄金价格的一个技术图形，当时的宏观因素啊，就是从12月20号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出现了群体性的疫情，但是在1月7号的时候冲到了1610。那么第二次是在2月10号，日本、韩国出现问题了，那么在最近创出了7年的一个新高。这个呢就是黄金啊，在没有行情的时候，中间会横盘，横盘的幅度是多少呢？啊，基本上也是刚刚给大家说到这个区间，我们算一下1600好了，那么底下就是1550啊，它的横盘是50块钱。也就是说每次出事啊，它会上移，大行情呢会上移100块，小行情会上移50块，那么平时没事的话它就在50块钱上下震荡啊，现在又没有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它是站住了1600啊，或者是多少的一个整数位，那我们就可以在期间啊做一些震荡的行情。黄金的交易呢很多人大赚啊，像我们有客户可能一晚上赚了6-7万啊，都有，很正常，但是也有亏的比较厉害的，因为这个产品波动很大，一旦方向上错了，我们可能损失啊就是几万块，方向上对了啊，连续几天上涨，我们可能就把一年的收入赚出来了啊，所以呢这是这个产品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呢就是给大家这个9:04了已经。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啊，主要是这个关于一个德国股指的小问题。德国股指的话现在的话是回调啊，跟澳洲的股市基本上属于一个情况，不用特别担心和恐慌啊，因为疫情呢其实现在就是对老外产生影响了，之前是对中国，所以呢海外市场没有太跌，现在老外害怕嘛，老外都是这样的，所以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市场上会有一定恐慌情绪很正常，但是呢
只要在预期范围内啊，可控范围内就行。就像今天麦克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他说他现在今天已经买涨了这个澳洲两百指数和买涨了很多股票。原因很简单，如果是完蛋了，经济完蛋了，社会完蛋了，这个疫情扩散了，那么什么钱都完了，对吧？什么钱都没用了，别说投股票了，投什么都没用。所以说还不如现在买呢，就是赌是社会会恢复正常。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很合理的啊，因为各个国家我们现在合作的还是很紧密的。那么这个呢，右边是购买者可以交易的产品，这个呢是我们活动的一些盛况，但是现在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能在网上听。那么大家如果是有问题，也可以问各自的这个分析师和分析团队要股评报告或者相应的一些投资报告，打电话都是免费的。这个呢是我们小助手，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的小助手，大家可以加一下微信，截个图就可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展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男性比较优秀的小伙子给我们公司的女性这个同事们介绍一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我们下周啊不本周四啊本周四继续感谢大家的支持，祝大家晚安。大家如果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明天问一下小助手，我们或者打电话过来都行，我们这些电话咨询啊都是免费的。因为时间太晚了，所以说就大家好好休息。